山国家公园16处山屋蓄水桶或水塔用来收集降雨，供山友作为避难用水，也被山友私下称为免于渴死的救命水。但渔管处新一篇发文提醒山友，目前排云山庄水情充足，元峰山屋蓄水 60%， 瓦拉米山屋也很足够，倒置八通关月岭步道东段系统的龅崖大分山屋双双挂弹。蛮惊讶，因为这个季节雨，而且最近雨下很多，下到中午水库都快满了。如果去预设山上的管线很坚固，或者是说雨下很多，山上就会有山屋就会有很多水的话，那确实是有中到的可能性。不过这个情况也告诉我们，就是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季节你要上山前，最好都跟管理单位确认一下。近期台风接连带来丰沛雨量，照道理说山屋蓄水量应该多是充足，但龅崖大分两处山屋却无水可用。山沟或溪涧的一个取水处哦，那个大雨来的话哦，好雨大一点的话，那个水哦，那个取水口会被冲掉。渔管处表示，大分山屋并无营地，最多可供20人住宿，但沿线地质脆弱，先前台风造成步道毁损坍方，预计9月初派员上山排解山屋取水管线的问题。三立新闻站之陈怡姐南投报道。